凯哥，来一个嘛，来一个。作为跑男跑得最快的男人，一米四吧，哎呀，你作为跑男里面的暴气代言，一米三。你这个脑子是真的是不能被击的吗？ 加油！ Let's go！ 好的，好快！有了！加油！海滩挑战失败。来个你们真的没有来过的，一米七，我都一米六了，你来个两米多走过去，给我留一丝尊严吧。好，那请准备。紧张吗？紧张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好帅啊！哇，好快好快，再一把。我跑的是谁给人挥的毛巾？吓唬我！挥毛巾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因为刚才你也用毛巾把别人带到水里去。是的，所以我没有怨言。我跟你说，范哥非常紧张，很紧张，真的。范哥，开场那个霸气的你去哪了？霸气的你去哪了？九四零。加油，范哥！脚没事吧？没崴脚吧？120。一点没剩，一点没剩。上戏毕业了。张老师挑战成功。